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登辉。我们是康辉来了，康辉来了。你要模仿了呢，这缘分特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他就开始模仿康康。对，我是模仿康哥红的。对，但是我是模仿齐秦的。灯会在模仿你，心中是否有不爽？没有，有没有？因为场子都被他抢走了。你在看远山，他在看山小。是啊，没有啊，我觉得很好啊。有人模仿，表示说他很有特色嘛。对，我那时候才会被模仿。像这个宪哥也是，刚刚他在。开场的时候，我以为没东升。太像了，是啦，是本人没有看到。模仿大哥，那如果像你这样子讲，他不是被恨死？哦，对对对，模仿很多人，有一些啦，有一些，还有一些。这模仿来讲，我觉得他是外貌最不像，哎，但是模仿出最像。对，厉害。你们在想什么嘛？对不对？我都当阿公了，对不对？我都结扎了，对不对？还在搞这个东西？你看嘛，菜头哥讲的多好。对呀，我也不是啦。我并没有罪。怎么可能不会？对不对？美人姐怎么可能不会？老公一定有唱给你唱过这首歌吧？你怎么也流泪？明知道的也是心儿碎，陪你喝一杯。喝酒这件事哈，老美啊，他们这个。就是在科学的印证上就清楚多了。是是，人家说喝一样醉，不用喝一样多，也就代表了一个事情：我们差不多这么醉，但是我却喝这么多，酒量不一样，酒量不一样。当然，所以他可以选择在美国被公路警察拦截一下，啊，哔哔，心脏拦了，有赖生死，我讲黑了，有了汗了，这么凶，很凶，真的很凶，没真的很凶。把你的手放在什么？是放方向盘，放方向盘。我们一紧张还放错。哎呦，不是那里，也不至于吧？不是那里。对，我也那是排档杆。好，然后出来 ，get up，you drink。我说哦，你有点六比，叫叫六。OK，you can choose 两种选择。第一种，你可以从英文字母26从 Z 背到 A。哇，这太难了吧？不会，对老美什么难？对啊，要够清醒。第二一种。你可以选择走直线，地上就一条，它就一条 line， 然后你走，你不能出去哦，它露营哦，平衡，你一出去就靠就上靠了。哇塞，对，那另外一种是最难的，你可以退后，你万一没有跑，退后，哎呀呀，退后跑，哎，我都没有离开直线哦，我往前又往，哎，往前又往。我们东方人最容易被抓，因为我们节目里面都会玩的，一看到一条线就会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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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宪哥，没有人那么淘气的吧？你是说不要做效果啊？对对，这一段你做最满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美酒加咖啡，恭喜答对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会让我们想到明星养老院。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。什么东西都涨了，都涨价了，所以掌声就响起。哦，物价上涨，这个。哎，这个娃娃音这一组哦，他们两个很有的聊哎。有啊，对了，真正再见，对，真正再见，而且另外一个还会肯定对方。哎，对对，我也觉得是那一首。我们是不管写什么答案，我们是刚好都想的一模一样。我说是真正再见，对，真正再见。结果刚刚有人说是掌声响起来，然后蔡桂姐说是掌声响起来。人云亦云。急，对不对？我在擦汗，我来不及写掌声响起，他就写珍重再见了。你说对啊，你说珍重再见，对，不是我说珍重再见，对，要掌声响起来，谢谢。其实也
也没有来啦，也没有来，其实也没有，其实也没有来。五哥，大家就买单。宪哥，嘿，也唔敢讲。那节目来宾有点偏心，偏心哈，你没有照顾到这个边乡的这个弱势团体。真的吗？有啊，对啊，你都没有放歌仔戏啊。哦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放的都是流行歌，哎，后面会有，因为我们前面路太长，还没有到后面，还没有到那一趴啦。流行歌拍戏吗？后面开始全部都是徐佳莹，徐佳莹的歌没来啊！注意哦，注意哦，哎，我是连没来哈。来，下面一首，请出题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赶快赶快！你就这样，阿你是黄奕哦，阿你上你一个人打鬼，出了共孤，阿你你有欢喜无？唱下去，唱下去。勇敢的查某仔，我心惊白。你都偏心啊！对呀，要出歌仔戏，歌仔戏，我们搞笑艺人，还要出唱片。对了，等下会有啦。刚刚你看都要照顾这个娃娃音的，对啊，偏乡弱势团体，这种颜面神经受损的，也要照顾一下。有没有？哎呦，给了给了给了。哎，秒我的易大强老师，你要为副歌改一曲。我比我人卡大气，我是班长人笑死。为什么为什么无别人甲我比？唱两个伊大声，嘿嘿，愈大声心愈痛。啊，命啊运啊，命运，伊大声。阿哥啊，等下，大家一定要来看地基流。哎，安尼有分数吗？安尼你根本要这样笑。我们根本没有要猜歌的意思，太满了啦。就请我们这些前辈来节目骗人家的表演，骗不了，不要太精彩，人家的表演让大家好开心。哎，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主持人，然后他们后面都是老师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下一题让他先抢，好，我们让他对，让他这一题哦，这个保护题啦，对，保护题好不好？稀有动物要保护，保护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出题，保护题，你们抢完了才给大家抢。好，来，一来啊，没有余力，来啊，一来，这可以啦，来啊。来，原唱人请起立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。不要过夜，过夜比较贵，对，休息比较便宜。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寂寞相随，耶耶耶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。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谢谢。在我旁边的是主嫌，主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主要嫌疑犯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。这张专辑他做的呀。哦，对，许常德老师，对对对，我们还把这一个段子我们演到北京去了，记得是是是主嫌这一段子，不不不，我们演别的段，他演崔健，他都模仿崔健，然后人家电吉他拿出来，他拿一个气球在那。那个乱演，丢脸丢到别的地方去。哎，那你到北京，好像一讲说，哦，崔健这个好啊，大师，特别来宾哦，特别来宾，欢迎崔健，小钟还要藏一根针在那边，手